家好，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今天的主角，一台小巧紧凑却又不失专业的全新 Pentax K3 Mark III。 2011年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宾得 Q， 精致的做工，小巧的外观，萌点十足的闪光灯，以致当时没有丝毫犹豫就将其购入囊中，内心的萌动就这样被他激活，也因此开启了与 Pentax 的十年之缘。四年的 K30 陪伴着我的青春，记录了孩子的成长，见证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而2016年 K1 的发布，一台高速式的全画幅相机更是填补了宾得多年的空白。 Pentax 不仅是一枚相机，无论使用又或是观赏，拍摄者每一刻所感受到的喜悦都使得它如此的独一无二。我个人依旧习惯通过光学取景器进行构图，使用光学取景器时一只眼睛是闭着的，周围的杂乱也被目镜罩完全的遮住，可以让我更加沉浸于拍摄的过程。当主视眼与目镜接触的那一刹那，世界瞬间安静了下来，仿佛此刻只有我与被摄物体，透着五棱镜彼此相互交流。这种交流很舒适，没有距离感，不像 EVF 会让我有一种在看有延迟的录像的错觉。另一方面，宾得的波轮和功能按键分布十分科学，光圈、快门、感光度、测光模式、对焦点，只有你想不到的操作，没有办不到的调整。有时为了抓拍孩子的笑容，我会拿起长焦离得远远的，但透过五棱镜仿佛时刻都在孩子的身边，抬手就可触碰，这种交流或许就是单反的魅力吧。相机采用了全幅旗舰相同的皮质进行包裹，所以手感真的是棒棒的，这点宾得真的没话说，从来不会因为产品的定位不同在技术和用料上搞阉割化差异化，基本旗舰机都有的，入门机也会给。比如自2012年以后，所有的宾得全系的相机都配备了多重曝光和间隔拍摄功能，再比如自全幅 K1 发布以后，所有的相机都配备了五轴防抖和抖一抖像素功能，所以这台相机的祖传的三防功能我们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在刚拿到这台相机时，我们得知另一名宾得相机使用者老韩正巧有两场体育赛事需要拍摄，那我们借此机会委托老韩对 K3 Mark III 的运动场景拍摄性能进行测试，并且请他在视频中给我们带来体育竞技的拍摄体验。K33 这两天使用中，它是一台对焦很不宾得的机器，基本上它让我选片轻松了很多。以前用 K1 的时候，基本上拍三张它会虚掉一张，但是 K33 它就能很快很稳的锁定对焦主体，然后并不会造成以前那种虚焦的感觉，然后但是色彩却保持了宾得以往的水准。比如说在这组连拍中，他自从锁定主体以后，他每一张都锁定了这个白色衣服的运动员，然后是在斜向我这边冲刺的时候，他并没有造成任何虚焦的情况。在我拍摄篮球的时候，有四片场地在同时比赛，又是晚上，每一片场地的光源都是不一样的。K33 升级了最新的测光，它的测光模块非常的准确，在我拍摄四片场地中，无论是黑的还是亮的，它都不会形成过曝或过暗的情况。然后它有最新的一个高光重点测光，在这个测光模式下，它以高光为重点来测光，更加不会形成过曝的信息。它最新升级的测光模块，以及很不宾得对焦，还有很宾得的色彩，舒适的握持，以及一如既往的金属卡口，都让我觉得它是一台值得信赖的伙伴。
以及它明亮的取景器和这种令人上头的快门声，让我感觉拍摄时非常的有愉悦感。有网友质疑，在全民无反的时代，李光宾格为何还坚持只研发单反？在中画幅都已经打入民用相机的今天， APC 画幅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坦率地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世间兵器却不胜枚举。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去纠结单反和无反的好与坏。摄影归根结底是相机背后的人，相机只是用来记录工具而已。无反虽好，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给单反扣上原罪的帽子。就像各个厂家之间，他们并没有因为无反的销量远超单反而砍掉单反的产品。APS-C 画幅相机，我认为它为一些想要在画质和装备质量方面寻求一个妥协点的人群提供了那么多一份的选择。一台轻巧又趁手的相机，配合着 C 画幅的专属大三元，那么良好的画质与轻巧的质量，其实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卖点和诱人的地方。 Pentax K3 Mark III 是一台完成度非常高的相机，甚至各个方面的体验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宾得在李光的带领下其实并没有固步自封，他只是有一些固执。至于这个固执的结果如何，那就让我们将它交给市场去检验。今天这一集的视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评测视频，它更像是一群非摄影从业者，一群摄影爱好者的自娱自乐。希望我们的分享，我们的感受，可以让屏幕前的你也喜欢上这台相机，喜欢上